个 A friend 他的一个吊球啊，打这个三号球的吊球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相当有经验的一位选手啊。他在吊球的时候呢啊，打个定杆啊，然后他已经预测到他的这个障碍球，这个目标球啊，一定要超过中袋啊。如果说你的吊球只顾母球，然后这个目标球如果说停在中袋前面的话，那个球可能就留给斯特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跳球机会。